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小游戏吧。那今天呢，小坤的欧布奥特曼跟迪迦在捉迷藏啊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密室里面啊，有10个迪迦奥特曼躲进去了啊。那要不今天呢，我们进去找他们吧，好不好？走走走 ，Let's go！ 打开门。首先呢，这个是厨房吧。看一下啊，哇，这些迪迦躲到哪里去了啊？怎么看不到他们呢？这里有个柜子，哇，你看，有一个小迪迦竟然躲到里面去了啊！好，一个啊，这里还有很多柜子啊，我们打开。两个迪迦了啊！走走走，我们现在继续出去吧。来这边的这个客厅，这里没有。这里一个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个迪迦也太蠢了吧！啊，都没什么东西挡着啊。好，已经有3个了啊，被我找出3个了。走，先找1楼，这里有个柜子。哈哈，4个，这个迪迦怎么这么蠢啊？我发现他们呢，全部都躲在柜子里面啊。啊，这里已经有4个了啊。来，我们继续上楼。这边呢有很多小房间，这里还有个房间柜子啊。5个，哇，太好找了，因为这迪迦很蠢，都喜欢躲柜子里。你看这里有个柜子，6个啊。走，7个啊，这个躲在角落里面啊。7个，继续走。8个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对不对？走，我们继续上这个3楼吧。2楼呢好像已经找完了，对不对？8个，哎，怎么进不去呢？哎，我们穿墙进来，这个门。这里有一个，看到没？好吧，还差一个，要去哪里呢？这里没有了，我们去楼下，肯定还在楼下的啊，原路返回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里还有条胡同，来，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，最后一个。啊，没想到这个迪迦躲在这里啊！你看，好，10个全部被我找到了啊！哎，太简单了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我是